从2002年 Mr. Feng 就选择了当一名教育者，在这20年教书的经验， Mr. Feng 带了无数的 Feng Fry 学生，从 KBSM Format 到最新的 KSSM 课程。目前 Mr. Feng 也是一名在私立中学当 SBM Sejarah 跟 Economy 的老师，同时间 Mr. Feng 也常常被邀请到全马国中分享SBM Sejarah 与 Economy 课程回答技巧，同时间 Mr. Feng 也担任过课业辅导班主任，进行 Program Road to Success Bengkel Tackle Soalan Teknik Menjawab SBM Sejarah dan Economy。 除此之外， Mr. Feng 也上载了无数的教书视频到了 YouTube 平台，就是 Mr. Feng 继续锤，而每年 Mr. Feng 都会办考前的冲刺班，希望可以与同学们分享每年的热报的考题，希望学生可以备考参考的答案。而今年 Mr. Feng 也不例外，会在12月10号开始就跟学生办三科最后冲刺10小时，跟全马的学生一起在创高峰，到时候 Mr. Feng 希望跟同学们线上或者是线下一起冲刺。